好，去到我哋酒店嘅區域啦。咁咧呢度我哋嘅酒店房08号，呢度系其他唔同嘅房啦。咁啊，呢度一间房，嗱呢边都有间房。哇！我杀咯，我打。你扮野人嚟有？我想讲咧，呢支棍咧系3木零嗰支棍啊，但系喺霍格度咧，呢支棍就唔系一支。自拍棍啊！好，而家我哋睇下你间房先。哇，正啊！哇，好有 feel 喺度。张张床咧系劲淡，呢个画面咧好似真系去咗啲外国嗰啲高级露营啊！起身。仲有咧，今日咧天气凉凉地咧，露营呢啲天气超舒服啊！唔怕好热好笠啊，同埋好多蚊。依家还好，同埋呢度咧超好，准备咗冷暖风扇，搞掂，唔怕冻亲，唔怕热亲。好 ，OK， 我哋第一站过嚟呢个冲浪先锋啊，过嚟冲下浪先。之前去泰国玩嗰次，呢度香港未玩过，而家第一次啊。不过直紧播而家，不过。走 OK， 我哋玩咗个钟滑水，咁啊，啱先咧就系最多就只可以向上、向前、向下、向左、向右咯。咁咧，而家我哋去咗个位咧，系专系睇日落，非常之靓，又时间啱啱好啊，有啲云多啫，就系。你住边啊？我住嗰度。前面几号房啊？四啊。四号房。系啊。OK， 啱呢个揾你。我今晚住四号房。OK。你可唔可以用呢个声讲？我哋讲一次，讲一次。我今晚住四号房。我哋住三号同埋五号。系啊，你今晚就会有呢个动呢个表情。哇！呢个海边。而家翻咗嚟啦，而家差唔多系日落咗之后啦，开始天气已经冻冻地啦，非常之宁静嘅周围。咧，福哥，完全系无惧呢个冬天。喂，福哥，咩事啊？你知咩噶？金光棒啊！我盏灯嘅，佢黐实咗落去啊！唔系，佢摄石咗条皮带。哇！话咁快，夜晚你睇下，咁呢个夜光灯。你睇夜晚啲 feel 即刻嚟啦，好带大家入去我间房睇下啦 ，everybody 睇住咯，欢迎咯，哦，呢盏灯咧系霍哥俾我嘅，佢可以照明啊，但系咧依家系我睇紧叶问啦，佢呢度成张床咧，一翻到嚟就可以睇电视睇波，哇，好有 feel 啊！如果同 Amy 姐喺度就正啦，大家同啲情侣啊，一家人咧两个呢度超 fit。OK， 哎，整咗个包啊！整个包，听讲佢哋呢度个龙虾汤好出色，试下先。几浓啊？唔错。呢度有两个餐嘅，一个咧系肉餐同埋素餐。咁我同霍哥咧都系食肉兽嚟嘅，无肉不欢。我哋净系食斋食肉。哇，几足料喎，其实唔错。其实真系发现咧，呢度台台咧嚟亲嘅
人啦，都是情侶嚟噶，係福哥，唔知點解會帶我咯，即係我同福哥兩個喺度睇情侶，情侶，全部情侶，福哥帶我嚟，有啲警棍喎。點解全部女帶我呢條仔過嚟咧？福哥咪帶翻啲女過嚟咧？你近排話你便秘啊嘛，出唔到嘢。六七，依家福哥試下玩呢個防狼術。其實上網睇到話好多鎖鏡點樣破解啲冇啊，其實咧你一俾人鎖咗咧，你就其實收皮噶啦。如果完成咗，我而家第一次試下福哥。哇！其實你唔會再有機會係再反啊！你冇啊！你一用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勁鬼嘢剁咗你喉嚨度，你死咗。佢仲未，我仲未向後扯。你暈嘅話，可能係三秒到一點。咁就暈咗。咁、欸、啊，今晚可以試下。仲挖啊挖啊挖曬啲空氣出嚟，挖呢個閪嘢。咁悲劇。唔係，我唔係我講緊鎖住，唔係我唔係講緊挖嗰啲嘢，真係我講緊係。福哥，福哥真係好笑。睇下你睇緊啲咩片先。阿凡達喎呢邊。誒、欸，昂豆啊，我誒呢間我間房啊 ，Mr. Bean。喂 ，Everybody， 早晨啊！而家第二日啦，咁啊，依家咧就十点几，咁啊已经 miss 咗个早餐啦。咁咧，福哥应该而家去咗做一个水上瑜伽运动，咁而家同佢即刻出发，舒服啊，瞓呢度。Yo， what's up everybody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咧就同阿福哥去玩水。咁喺玩水之前咧，今日咧就会带咗呢部 Insta 360嘅 X3。咁啊，呢部嘢咧非常之好用啊，同可以拍到一啲非常之有创意嘅小短片俾大家玩。好，去到最后咧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咧，咁我有條 link 啦，咁啊到時有翻個優惠俾大家嘅，一定要睇到最後啊 ！Let's go。翻嚟啦，咁今日咧就用呢部 Insta 360嘅 X3， 咁咧我就由 X2 开始玩呢个360嘅，咁佢就已经强化过上一部好多啦，咁佢个电量系多咗好多啦，咁咧360有啲咩好处咧？运动啊，上山下海咧，我觉得呢个360系非常之优秀。但买360咧，除咗买部机之外咧，最重点咧就一定系要买佢碌棍同埋佢啲器材，其实配件系直接影响你360拍嘢嘅方式。通常我拍一啲过场 highlight 嘅 shot 都会。攞呢部機拍曬先咯，呢部機係有 4K 功能嘅，即除咗兩邊拍 fog 啦，正面一個前面咧咁樣拍嘅話咧，佢都有 4K 咯，大範圍全部乜都拍曬，然之後就攞一部手機 download 佢嘅 Insta 360嘅 app 咧，喺後期就勾翻條片出嚟咯。咁你到時喺裏面咧，佢有好多唔同嘅效果，咁你根據唔同嘅效果就揀翻條片咧，一撳個掣就一嘢成條片出曬嚟啊！360咧雖然話方便，但係咧大家都要後期勾片嘅時候要花少少時間，因為所有操作咧喺部機。去個電話再勾條片出嚟，然之後先再剪嘅嘛，所以就會買之前有啲心理準備，係要比較多步驟去做咯，要真係研究一下咯，研究到方便咧，你出去就好好玩嘅。好，而家有嘢益大家啦，大家如果有興趣想買 Insta 360咧，用我下面嗰條 link 咧，咁喺12月14日之前買咧就會有85折嘅，咁大家記得去個官網度買，用下面呢條 link 啊。仲有啱先講話呢個保護鏡啦，同埋呢篤棍咧。咁如果用我下面呢條 link 買 X3 嘅話咧，就會免費送俾大家。保護鏡頭咧對新手非常之有用，因為呢部機咧佢最罩忌就係如果你玩運動嗰陣咧跌咗咧，呢個位置會花，一花咧你啲片咧就會有個凹位啊，咁你就會非常之唔開心。所以一個保護鏡頭送翻俾大家，記得用下面條 link 啊。OK， 咁啊今日條片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 ，Everybody， 拜拜。